这是我老婆要打微信了，她自说是那自说。我要transformer嘞喂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心情不一样了喂，你看几爽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穿什么？妈先，妈先，大妈。有啊，笔。笔子。现在是 IC， 那个新 Doctor 的新。今天是新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，没有来过，刚刚换了，本来是上面的嘛，然后好上面换来这边更好可能。这么我看，只要你收个1000个人啊，我看可能一个人知道吧，可能也是不懂，因为打针的话我都不懂是这边的。OK 吗这边？我有，他没去啊。你乡下味，有食物味道是吗？哎呦，那么大好像，哇，好像很快哦，20个哎喂，从头去那边。你如果是这样子的？不，我的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硬多了。哎，那个，有一个呢？有一个是这样子的。一样啊，20个。我懂哦，好像没这样多个哦。是。这很多个来着。对啊，哦，不是很多人这边，放在这边也是好啊。最重要是不要这样抖了、啊、现在不是 Android 的时候，随便一个 clean 就可以打了。对，外面有 bugging 的话要 bug 先啦、啊、因为里面 bugging 出来也是要转一个大圈，也是要来回这个门大门口、哦、不能等了，这边站都不可以了。 OK 啦，那种也是安全啦，可以这边等，不然的话全部这边等了孤立。所以现在全部是孕妇啊，88天是有的，就是他叫我在车等哦，蛮可怜，应该是这边方面打车的咯，那边说一下，你去设一下哪号码，问一下打车出来应该是半个钟样子啊，我看一下，要半个钟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老婆没有收到那个 appointment 哦，过他去马来西亚这去 update 啦，可是没有 update 之后要 update 啦，去 refresh 啊，去 update 个 app 啊，也是过就有 appointment 哦。 appointment 是在27号，是在3月哦，过后他 check 哦，有一天他忽然间变了，可是他没有 notice 哦，忽然间变去这个 space U8 啦，换起转去这边了，就怕哦，怕是因为那个三位是知道，全部人知道是 Pfizer 嘛，可是这 UA 打什么针我就担心哦，不要打其他针，因为 Pfizer 他们讲全部给大肚子啊，比较安全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这边，要问他是打什么针，可是外面人就不知道了，所以我们要进去里面问他哦，打针了，不过在里面打针的时候啊，看是打什么针哦。那个 procedure 是大概一样啦，我觉得一开始全部等啊，过看医生那些应该是全部一样啊。像我是不能在那边等啊，所以要等他出来哦。蛮安全，现在没有什么人呢这边，啊人全部都是在里面啊，只是打针的在里面罢了。那有些听到有些是可以老公陪老婆进去里面啊，这个是不能啊。说好现在在里面咯，我在这边等他出来。你觉得这个 PPV 量 OK 没有这边？对啊，很快啊，很少人啊。
少人了。嗯。他打针这样有没有看呐、啊？有啊，我看了。我看他打进去啊，他针有没有空了、啊？没有啊，有东西啊。他 SOP 是这样啊，他 SOP 他进去的时候，他针已经做好了，还是他在你面前？哦，做好了，已经做好了的，针在那边哦。然后坐下去，然后就放啊，也是你的选哪一个手啊？哦，对。是，他坐下去就是左手咯，然后打哦。然后问他可以 video 没有？还可以啊。哦，那有 video 了。有啊。什么叫 video？ 现在是现在很多人打空了是吧？有啊，有 video 啊。看看看下值。值。讲了他写我。我这是 second 都是几时啊 ？second 都是18号。哦，有写了了。嗯。哦，这很快哦。是我的值跟你值不一样哦。不一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 exam 嘛。嗯。不懂，我是 expiry date 的好像。没有讲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什么？没有啊。你我还问了、啊、你这里比几大了啊？几个星期啊？然后还问有没有问题啊？你的 pregnancy， 我还问你是第几个孩子哦？哦，然后他是医生来的，不是防不系的。哦，他没有介绍自己哦，很快吧、哦？是吗？很快哦，差不多多分钟，是多分钟吧？好像是，你这谁算你进去啊？应该哦。说20分钟吧了哦。